今天晚上必须跟我走。那是谁要结婚呢？某个人喜欢当小三儿，绑架唐风的事事不宜迟啊！我告诉你，我今天晚上必须跟那个妖怪来一个决一死战。 师姐，你说菩提这老小子能躲在哪儿？哼，他躲得了初一，躲不了十五。我们得尽快把他给解决掉，不能让他怪老不老实。哎，你怎么在这儿？ 这么晚了，你去哪儿了？难道你是想用这种方法引起我的担心吗？很好，你做到了。你是不是有病啊？我问你话呢。我说你是不是有病？ 别动！再动我不保证会发生什么。你想造反？听好了，菩提老祖我来找，这个世界上唯一应该找的男人就是我。竟然敢跟踪我！整整一天你都在找那个菩提老祖，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男人？ 山之内，难道还有人比我帅吗？该死！我怎么就是对你生气了？师姐，看来你的移魂大法又失灵了。不可能。 看着吧，不可能啊！算了，你得这个傻子。姐姐，你说这菩提老祖能藏在哪里啊？我也不知道，不过他既然来了，应该直接找我们呀。 难道他已经和至尊宝典守了，躲在他那里？我这就去灭了他！倒霉呀，奴换了一个脑子不正常。 你怎么来了？我找帮主的事儿，你呢？我找帮主谈谈心。哎，看来你很忙啊，你先忙，我走了，再见。行。怎么了？哎呀，帮主。 我担心那两个女人对你使用美人计。美人？你没搞错吧？哎，就他们那俩还叫美人啊？怎么称不上？我从没见过如此令我心动的女孩。哎呦，你来就是为了告诉我你又谈恋爱了是不是？不是又？你听，听到什么了？ 最近，在咱们的地盘上，有没有见过有些比我帅的男人出现啊？那不都是吗？是啊，你是不是有什么情敌了？哼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他怎么敢看其他男人一眼？
哎，那你的意思是？二当家，你说是那两个女人当中的哪一个？最近，我们不停地查看来往人的脚底板，我担心会有兄弟们偷懒。这五岳山方圆几百里，哪来的什么陌生人？你快别多想，行吗？慢着好。哎，你怎么突然对那俩女的感兴趣？帮主，这两个女的来路不明，身手不凡，你又这么有魅力。行，别叨叨。啊，求人不如求己。看来我不能再消极对待。我从现在开始要想怎么对付这两个妖精的对策。你看看你们那个样，都什么样啊？这是无精打采。帮主。我们一直都这样，就是因为你们这种态度。看看这五岳山这么清幽美丽的地方，让你们糟蹋成什么样。帮主，你没来五岳山的时候就是这样啊，啊不，还不如现在干净呢。给我闭嘴！你们哪来那么多废话啊？今天要是不给我打扫干净，晚上谁都别给我吃饭，我告诉你。帮主好威风啊！帮主今天怎么优雅性，给这五岳山大扫除了呀？两位美女在我这儿住，我身为一个帮主，是不是应该让两位美女住得舒服些，放心啊？那这么说，我们还要感谢帮主了？不用，怠慢了美女会遭雷劈的。你瞅瞅你那个怂样，干什么呢？看不见这那么脏，不知道打扫。两位美女都没放脚的地方，还在这看。哦，那就辛苦帮主了。辛苦？哪儿辛苦？一点都不辛苦。我一定会给两位美女一个永生难忘的。我已经留了一个人在门口假装打扫了，接下来我们应该干什么？东西你们都准备好了没有？除了黑狗血，剩下的帮里都有。帮主，黑狗血不是除妖的吗？你用它干嘛？你没听说过这么一句话，女人越是漂亮就越妖孽。你是说春三十娘和裴青青？废话。哎呀，帮主真是高哎，高哎！你早就看出来那两个女人不是好人呐。我希望你下次跟我说话的时候可以戴一个口罩。还有，我是谁？我可是你们的帮主。帮主英明，帮主英明啊！太英明了，太英明了，太了不起了，太厉害了！不愧是帮主啊！就是啊。师姐，这功力不行，也没有必要拿畜生生气啊。这猪八呢，也好歹算是个二当家，你都能把他迷住，好厉害啊！父亲，哎呀，连状况都看不明白，真是白修炼了这么多年。是吗？那是什么状况呢？进。哎，那蠢货在干什么呢？站那儿说。我昨晚已经确认，至尊宝根本不认识菩提老祖。我是问你呀，那个蠢货一大早敲锣打鼓的在干什么？要对付你们两个呀？
就凭他？他昨天晚上想了一个晚上，想出来一个好主意，要利用大扫除的机会，暗中布下陷阱，还要准备黑狗血。黑狗血？嗯。什么意思？其实越是漂亮的女人越是妖孽。原来是个逗逼呀、啊，幼稚。你呀、啊，给我听好了，继续给我监视他，有什么动静随时跟我汇报，听到了吗？只要是你想要的，我都会给你。你保重。师姐，你确定他还好吗？我忍了。至少我们知道情报了吧？至尊宝跟那个菩提老祖没有联手。哎呦，猪八，找了你半天，原来你在这儿啊！啊，你理智一点行不行？你要偷窥，你也等到晚上呀。我才没有你那么猥琐。哼，行行行，你不是偷窥，那你告诉我你在这儿干什么？接手经过。那二当家为什么要跑到这么远的茅房呢？是，有什么分别吗？干净，香，行吗？那么，行，咱们呀，甭跟他废话，啊，跟我下大山。要干嘛？找黑狗血。就我们三个？那不废话吗？要那么多人干什么？你是不是又想找借口开溜？啊？我才不是你。是吗？他是。不自量力，长这么大我还没见过黑狗血呢，好期待、啊！白晶晶，我说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你怎么就改不了你这种傻白甜的德行？难道你就不好奇吗？没兴趣。听说这黑狗啊，比一般的狗凶很多了，不知道咬了之后会不会很可怕？那我们去看看呢，走。凶猛的感觉呀！啊，帮主，怎么办呢？怎么办？肉，是，我来。哎呀，失败了！再来，没了。肉呢？厨房就只有一块。我要你们这群废物能干什么？蹲下。放心，我会用一个很公平、很公正的方法来解决这件事情。那用什么方法？石头剪刀布。一个人不可能搞得定。所以，我只是用石头剪刀布来先规划一下我们的顺序。第一个输的，负责分散黑狗的注意力；第二个负责动手。第三个负责从旁侧翼，我不玩了。那我肯定是第一个。这么没自信？我会先出的，我出布，来试一把。一二三。我简单，我还出布。来了，一二三。傻。帮主，那个，其实我是狗毛过敏。这么烂的理由你还说得出口？快上！不可能！我告诉你，进去想都别想。而且现在是你表忠心的时候，你赶紧去分散注意力。一只狗你怕？要不我说你臭娘们！拴着，他们会怎么打开呢？这还不简单，我来帮个忙。
小心啊，小狗狗，它要偷袭你。别追我！别追我！师姐，你的迷魂术这么厉害，这黑狗这么凶残，猪八都被抓伤了，竟然一点事儿都没有。没有可能，我的迷魂术只是对人的心智起到作用，不可能对他的肉体会起到作用。可是他真的没事啊。结束了，看来这个至尊宝还挺聪明的，有点意思。走了。谁啊？干嘛？在哪儿啊？这儿，这里是绝情山。绝情山？你可担心了，我们以为你中了大招，被你死了。幸亏我没有经验，你的底子也不错，暂时保持压制。这里是牛魔王的妹妹牛香香的地盘。我怎么点劲儿使不上啊？哎，你中毒了！秘书，你中毒了。接下来呢，你的动作会越来越慢，你这后面说话的也会越来越慢。啊？那你们怎么没事啊？我们是人，你是妖啊！靠，大香蕉！这里是绝人山的牢房。他不是知道你们出了事情吗？那他怎么不知道自己中毒呢？他难道觉得自己可以做一个行动自如的口粮？你魔头口粮？难道你们说牛香香是你魔头，我是他的口粮吗？既然顺便，即使没几天也要开心的吃饭呢，别像他一样。嗯，这怎么还有个人啊？他比你早来一天，听说自己要被吃了就吓得说不出话。吃啊！不是，等等，你们干嘛去？回家啊！对呀，我们家在牢房隔壁。啊！你们为什么可以来去自如？是不是跟他有什么串通，当不好的帮凶啊？当然不是，我们其实最无辜的。要说我们为什么跟你们不一样，只能说我们根本就不应该被抓进来。麦，你这个话说的太不友善了。难道我就该被抓进来？不是你说的这个意思，是我们抓的不符合他的标准啊。你是说你们长得太……没错，就因为我们的长相还被他误会，强行抓来的。啊，这个其实也不能怪人家，三位的气质确实有些与众不同。那也不能把性别认错了吧？人家明明是个弱女。我更凄惨，明明是个人，偏偏把我当妖怪抓过来。那你呢？人家还只是个孩子呢。看来这个牛香香只吸食妖怪，并且仅限于成年男性帅妖怪。对呀，所以他并没有吃我们。也懒得放了我们，渐渐的还把我们忘了。要不是其他被抓进来的妖怪担心自己没命吃不下饭，我们也早就饿死。我倒是听说过一种妖怪，专门靠吸食其他妖怪来提升功力。可她身为牛魔王的妹妹，干嘛要念这种妖怪最不耻的功呢？说来话长，这要追溯到100年以前，当牛香香还是青春少爱。牛香香女扮男装，混入书院，结识了风流倜傥的螳螂精，双方一见钟情。很快，
就谈婚论嫁。你魔王想起螳螂精有吃伴侣的习惯，暧昧心切，当即下狠手将螳螂精杀死。但是女魔王很快发现她自己错了，因为只有雌螳螂才会吃伴侣，而雄螳螂不会吃。牛魔王死撑着面子不认错，牛香香当即与哥哥决裂，来到绝情山，用吃妖怪的方式来纪念螳螂精，报复哥哥。据说他的心很难再跳动，只有在吃妖怪心的时候才能短暂的跳动一下。太精彩了，你们的完美演绎仿佛让我看到了当年的情景啊。他回来了，快回。干嘛去？哎，不要走啊。哎，不要走啊，不要走啊。帅哥，能不能帮个忙啊？说。说吧，帮你什么？那个，一会儿能不能你先上啊？你怎么抢我台词呢？哎，是你啊！你不是喂我喝水那个美女吗？既然我们这么有缘分，不如你带我出去，我带你远走高飞呀。这么想出去啊？嗯。那要是我不同意怎么办呀？最近呢，我正好有喜事儿，正是要调养身体的时候。如果你跑了，我营养不良怎么办呀？绝情山主，饶命啊！不要吃我，我今天闹肚子，严重脱水，不好吃啊。你就是牛香香？哈哈哈。怎么，很失望吗？怎么会呢？其实我早就知道你是牛香香，跟你开玩笑呢。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是你哥哥牛魔王的结拜孙弟孙悟空啊，也就是你的未婚夫。这次我是专门接你回去成亲的。是你啊，我本来想做个美容再去的，没想到你倒先来了。因为我实在等不及娶你。小嘴真甜。那你就好好准备准备，当我的盘中餐吧，孙悟空。你们不吃我的吗？你不是让孙悟空觉悟的吗？既然他是我哥哥送我的大礼，我当然要好好准备准备。今晚你就做我的前菜吧。哎呀，别吃我呀！太残暴了，还能活着出去吗？哎，请问你有没有？没空。哎，请问你有没有见过一个尖嘴猴腮、满脸银尖的猴子状物种经过呀？猴子状？啊，没有。好启示，这画风也太抽象了吧！有此猴孙悟空消息者，请至镇外破庙联系蟾蜍姑娘。死猴子又祸害姑娘。大师怎么还不回来？不会又抓着别人开始谈人生理想了吧？不行，我得去看看。哎，你是蟾蜍姑娘？哎，姑娘，
你这么美，何必跟着他呢？不值得呀。值得。你不知道他说的话有多有道理，跟着他可以长知识。他呀，他就知道说大话骗人。姑娘，你要理智一点。又是一个不懂得欣赏他的。哎，你去哪儿啊？你干嘛？我要去找他。你知道他在哪儿？大概知道吧，他刚出去解手，应该就在不远处。太好了，我跟你一起去啊。里来了，刚才一直说大师不好，现在又这么着急的想要找到大师，我告诉你，我是不会让你伤害大师的。大师，你不是要找孙悟空吗？是啊，他是大师的徒弟。你误会了，我是呀，少废话，绝不让你伤害大师。不老实啊！啊！哎呦喂！好结实的肌肉，好迷人的线条啊！不要不要不要啊！女孩子晚上吃多很容易发胖。嘴上说不要，身体却很诚实嘛。别着急啊，现在就吃了你。喂，你不能吃我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没有洗澡，怕脏了你的嘴。怕什么？我又不吃皮。喂，又干什么？我的太硬了，怕把你洁白美丽的牙齿硌坏了。哎呦喂，这么贴心呀、啊！你说我现在就吃了你的心，会不会整晚都能感受到你的心跳呢？哇塞，好期待呀、啊！不要不要不要啊！我真的不敢打个赌。赌什么？三日之内，你一。定会爱上我。你是不是傻？我不是傻，我是晴天大圣。哎呀，你这个名字听起来跟我这个绝情山竹很配嘛。如果三天之后我不会爱上你怎么办？那就请你尽情的撕咬我吧。有点意思，我喜欢，就依你了。一个要求，说，三日之内你不能限制我的任何行动。可以啊，反正你中毒了走不快，我绝情山谷你随便走。好，让一下。怎么办呢？一般的手段肯定搞不定他。他现在最爱的还是螳螂精，一个甘愿被他吃了的家伙，怎么办呢？哎，就从吃入手，先掌握他的胃，再占据你的心。
既然东西已经准备好的话，还等什么呢？开工！还有黑狗血呢，那麻烦你帮忙拿一趟。好啊。先做机关，拿麻袋，石灰布。你们成天吃香的喝辣的，干活的时候就这么点力气，是不是？啊！我没时间了，我干了他！快点！原来在做沙包啊！沙包的威力很大吗？看看就知道喽。我懂了。坏了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反恐。干嘛？想什么呢？我在想这个菩提老祖怎么还没出现啊？是啊，菩提老祖做事我是知道的，不可能半途而废。他救了至尊宝，怎么到现在还不出现呢？不如我们帮至尊宝把这个机关弄好，将计就计，这样说不定能把菩提老祖给引出来。帮至尊宝，你该不会是又动心了吧？没有，当然没有。那你怎么可能要想帮他呢？我是想赶快找到那只死猴子，找他算账去。我可没有功力可以复原，你行你上，上就上。快快快！来来来来来！哎呀，这是怎么了？我刚才在门口听到砰的一声，你们没事吧？难道你看不见我们在做饭？做饭？哎，对对对对对，做饭做饭。那帮主真的是太辛苦了，你看，弄得自己满身是面粉。你懂不懂？这不叫面粉，这叫雾霾。对对对，室内也有雾霾？没错，而且呢，相当的严重。空气里的粉尘直接影响到空气里的浓度，大量的颗粒会粘在我们的身上。等一会儿，你就会跟我们一模一样。啊，对对对，一会儿都一样。那谢谢帮主提醒了。这麻袋是怎么了？破得这么厉害？这麻袋装饭的。啊，对对对，一会儿都一样。用麻袋装饭？食量大呀。帮主食量可真大。不过这麻袋破成这样怎么装啊？要不晶晶姑娘再帮帮主找个新的。那劳您大驾了。我去去就来。好痴情啊，好有魅力呀、啊！我真的不知道这个白晶晶到底在发什么疯。给，这么大，而且这么的结实，这样可以让帮主多装一些吗？晶晶姑娘，没想到你这么的善良。我也觉得。谢谢你的好意。不用谢，那我先走了。我送你。好干净啊！不能亏待你。
过，你今天怎么有时间送我回房间啊？因为你帮助了我，所以这叫做礼尚往来。不知道晶晶姑娘是否懂这四个字的寓意？我没有帮主那么有学问，不过我以为你会对我跟师姐不一样呢。因为你们都是。美女人，油嘴滑舌，不理你。至尊宝，你是不是脑子进水？明明知道他们是妖怪，为什么要骗自己呢？好了，给他找了个新麻袋，放心吧。不过，你说他会把这沙包放哪儿呢？你都不好奇吗？我更好奇他会怎么死。他可不能死，我们还得利用他找到转世孙悟空的下落呢。这有何难？死了一个大当家有什么了不起的？让二当家猪八顶上不就得了？哎。我看你最近怎么对这至尊宝越来越关注了？我当然得关注他了。你不觉得菩提老祖当时只帮了他，没有帮猪八吗？说明啊，他一定是转世孙悟空联系最紧密的人。说的头头是道的。但愿不是又动了春心。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啊？我可没有那么多的春心可动。白晶晶，我是好心奉劝你。不要再重蹈当年的覆辙。该死的黄脸婆，就知道拿破扇子扇我，早把你的破扇撕碎，看你还有什么能耐。怎么还有人被埋在这沙漠里？看样子比我伤的还惨，难道还有比黄脸婆的扇子威力还大的东西？美人，美人啊，怎么了这是？我没事啊，没想到美人你受了伤，竟然还如此的美丽啊！哎呀，美人，哎呀，冷静，一定会有办法的。哎呀，美人你不要吓我呀！